欢迎来到海上情报站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白烈烟鬼的技能展示。烟鬼是勇气角色，作为原著中第一个出现的自然系果实能力者，烟鬼具有元素化自己躲避攻击的能力，利用果实能力突进、追击、抓取和捕获的能力，也使他得到了白烈的称号。烟鬼的武器是头部带有海楼石的石手，可以使命中后的敌人减速。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烟鬼的实战效果到底如何。普攻连段第三级踢腿攻击克扫地，第五级元素化突进更是有无敌效果。 3A 是比较稳的连段手段，普攻、技能和奥义都会用海楼石石手终结，若命中则未来一段时间内敌人都会减速。白色疾风技能突进过程中无敌，最后接海楼石石手攻击，若命中同样可令对手减速。该技能有长短按两种方式操作，短按技能命中后可抓取敌人打伤害，长按则放弃抓取，出现的烟雾蔓延至最远处，用海楼石石手攻击适合拉扯和摸脚。奥义技能第一击命中后可在短时间内允许快速脱身，但是要注意了，进了镜头可就全程抓取不可脱身了。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海军总部上校的华丽连击吧。这一期的海上情报站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どうしてこの時代悪が強いんでしょうか。麦わらたちとはいずれまた仕切り直しだ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お会いいたしましょう。